看到我桌子换了噻，在你们强烈要求下换的哈。先改一下刀，改成大小均匀的坨坨。烧开水水，捞出来用清水洗干净，左手搅拌均匀。现在闻到这个味道都想吃啊，奈何吃不到。倒入料子，如果是电饭煲的话要50分钟。洗盘菜，今天弄一个口味猪肝，不同于往常的就是先下配料再下猪肝，把猪肝改了刀，料酒，一个牡蛎蛋黄，化开后放入淀粉，全部切成颗颗，摆成油温下花椒、豆瓣儿。